开始呢，只是找到了一首歌，然后非常喜欢，想发出来给大家听。然后呢，又找到第二首歌，然后呢，就是找到了想给大家听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越搞越大，越搞越大，变成了要一张一整个大 EP， 然后感觉这是我就是今年的一个大动作。这个舞蹈的精华，我觉得就是那个传播率的感觉，因为我们为了可以这个，就让人很有洗脑的那种状态感觉，我是觉得，就让人看了想学。我主要是现在这份工作也很慢，然后我们是要抽空去练习这个，所以他的压力应该很大。闻得到心跳闪闪，出的危险信号很多，就是他破一下，他们可以围住你，对，你不要全都是舞蹈动作。行，可以啊。行，那我们今天先到这。辛苦了，拜拜。辛苦了，拜拜。咋整啊？啥？我觉得现在目前已经一半了，我觉得我们还算是挺快的。这在他工作的间隙，我们去来练习舞蹈，因为他这次自己发挥很多。对，然后我们还要去跟丹儿去合去练习。哎呀，我啥时候跟丹儿合呀？我明天啊，就是明天我们的事情很多，你们还要然后工作，然后外加我们还要晚上来练舞，跟丹儿合。对。其实对于这个 EP 还有这两首歌，我是有很多很多话要说的，因为这个真的从头到尾，就像你去那个孵化一只小鸡一样，从它是个蛋的时候，就是我带着它，就它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把它慢慢的，然后这个 demo 过来，然后一点一点，像我整个筹备了一部剧，然后要播了一下。我第一次录 EP 的这套服装。就是很时髦的这一身穿搭。做事就是会，本来定调是80分，但是就会越做越认真，越做越大，就像当年的那个落入舞蹈视频一样。很多事情为什么那么慢？因为呢，我有很多很多行程，但是呢，我又想好好弄，就每一个细节我都不想说就把它这样过去了，就想好好弄。所以到最后呢，我就觉得说，要不要有一些东西可以稍微有一点点放下，然后赶快把东西弄出来，不然我怕我以后孩子都生出来了，一批都还没发。你录制的时候有什么很好玩的事儿吗？就是有那个 rap 的时候，我觉得还挺难唱的。当时我的好朋友 Shaking 他就陪着我一直在弄啊，就很搞笑唱的 rap。Look up， 在转场，转场路过烟消，他得这样子唱。可以啊，帅一点的，你再试一条帅一点的。极尽，我不会，我从来不知道帅怎么这个字怎么做。1 2 3。极尽要一起分更早 ，Look up， 在转角。哎，这个在转角不错哦。有一首歌是我觉得是粉丝基本上会想不到的。哪首啊？那慢的那首。啊，是想不到的吗？我觉得大家想不到那首歌，就那首歌。大家可以听了之后，然后有什么反馈，然后都给我。这里，你可以像勇者般强悍，对不对？是可以的。
的形状不规则多漂亮，就算会受伤也当作我的妆，钻石被打磨过就改成才漂亮。你觉得才漂亮好听还才发光好听？才发光好。哎，从唱的角度上来讲，才发光它的咬字会顺一点。哦，嗯，因为那个飘它是有一个坡的那个方向。才漂亮才发光，为何自己而存在。这么唱吧，完全对了。好，行，到这里了，我也进去了。阳光很明确，孤单的牵手没事，你说哪个地方啊？都很美。哦，都很美，唱下去了。眼泪和大笑都对，这个自然是好的，但它略显有一点点僵硬，可以再自然一点哦。眼泪和大笑，对的。好，再试一个。第十个。眼泪和大笑都无畏。三二一。大家可以在我生日的那天听到我的这两首歌，期待吗？终于有了。任你在山间里倦怠，为做自己而存在。